舅舅家，欢迎大家哈，欢迎你们进来。我们全皮扣一个晚上好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吃饭了，我们吃饭了，你们吃饭没有？他们都说切一下，切了尾的不好。切了尾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舅舅嘛，我们这边都是这么吃的。这直接舅舅说切了味道不好，阿强哥说，家人们，给你们说个搞笑的啊。阿哲哥说虾条这样子一节一节太大了，他说要拿去切一下，舅舅跟他说切了味道不好了，你们说要不要切呀、啊、家人们？要切。他舅舅，你们听到舅舅说切了味道不好吗？味道不好也要切。哦，因为说真的啊，从来没有阿全木的亲戚第一次这样子招待我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你看他们都说不切，然后全部都打，要不要切，家人们？要切的打个切，不切的打个不切。这个我吃不完怎么办？你吃不完等一下给我吃呀，你吃嘛，好吃的。哎呀，还有大骨头。你们吃饭没有，家人们？真的这次太意外了，真的。这位，这是家人们，我看一下，朋友们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哇，直播间一下子这么多人了，有没有知道我现在在哪里的朋友们？他们不切好吃，你看肯定不知道呀。有没有知道阿图莫现在，阿图莫和阿强现在在哪里的？有没有？有的打个有。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吃不完整给你的是吧？我觉得吃的有点恼火了。带阿强见来见我真正的亲人，真正的家人，对我好的人了。终于见到阿曲墨的舅舅，五个舅舅之一啊，他有五个舅舅，五个舅舅之一。在你舅家，哇，好多人都知道，也有好多人不知道。来，不知道的朋友们，给大家说一下哈，我带阿强来见我的家人了，家里人，我的舅舅、舅妈，然后舅舅、舅妈。对你怎么样？你觉得？你们看看阿强哥坐在这里吃饭，就应该知道舅舅舅妈对他好不好，家人们，你们说？好，对我很好，真的，这才是亲戚该有的样子，是不是啊，朋友们？这个太好吃了，这个折耳根。你孩子呢？我看到好多人在问我孩子去哪里了，不知道我孩子去哪里的姐姐阿姨们扣个一，我看看有多少人不知道阿春末的孩子去哪里了的，家人们。不知道阿兔的孩子去哪里的，扣个一，我看一下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很久时间没开播了，可能大家觉得说，哦，阿兔，你孩子去哪里了？现在怎么回事呀？你们这里和阿强是怎么回事呀？你们都想知道，想知道的姐姐阿姨们扣个一哈。我只顾着吃了啊。我可能差不多了。好吃，真的。我就吃个香肠，要这样子手拿着吃。我们现在是没有疤，知道吧？对，我们要入乡随俗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要入乡随俗，就像平时吃的一样的。要教阿强哥手拿着吃，入乡随俗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刚刚说要切一下，阿群木舅舅说，阿群木，我这里还有，我这里还有，哇，又添饭来了，小舅妈又添饭来了，真的。然后我说要切一下，他说不切。切了味道不好啊！对，他说味道不好了。啊！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我们的香肠真的很好吃。啊！啊！阿胖，哇，又来了！阿舅妈、小舅妈又来一碗，这怎么吃得完啊？我的天哪！他们叫你多吃点。朋友们，真的太热情了，说真的。阿群墨的舅舅小舅真的太热情了，他们一家人非常的热情，你看饭都是添了两次。我的天哪，又来了，小舅妈又来了。阿嘎阿嘎，你还要不要？我不要，我吃了再说。不要了，真的小舅妈很热情，太热情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才是亲戚该有的样子，是不是啊，朋友们？对不对？终于阿群墨找到靠山了，说实话，真的一直都没来带你见对我的舅舅舅妈，然后这次带，从来都没有带阿强哥见过我的舅舅舅妈，然后这次带他来见了我舅舅舅妈过后，
他都有点不想走了，我觉得。我还要住几天。大家有点不想走了，家人们。真的好热情，真的非常非常热情。而且我就是舅妈昨天晚上有没有知道的，昨天晚上阿强哥来的时候，舅舅舅妈要做什么给他吃，直播间的家人们有没有昨天晚上在直播间的，这人不出去吃的。太热情了，真的舅舅小舅太热情了。太热情了。昨天他们还说要，对，是的，很多人都知道，想知道是不是？昨天晚上，当然阿强哥也非常的客气，真的，大包小包的拎着一大堆东西来，然后舅舅舅妈呢也很客气，备的要杀猪给阿强哥吃，因为其实在我们这边杀猪的话是非常看重这个人，才会去给他杀猪吃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们这边是这样子的。对，还是有很多朋友们知道的哈，所以说昨天晚上他们还要杀猪哦，我没让他们杀。哇，差点那只猪都宰了，搞得我有点那个啥，真的第一次来很客气，真的非常非常客气。以后就是，舅舅这么说了呀，以后别那么客气了，是不是？让我当这里是自己家，也让你当这里是自己家呀，是不是啊？能不能这样啊？你问他们能不能吧，我们看看也能不能，能不能这样，朋友们，能不能把这里当自己家一样的，朋友们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唐突了，是不是啊，朋友们？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次见面，真的第一次见阿全部的舅舅跟他舅妈，第一次见面有点唐突了。那凡事都得有个第一次呀，那我也不去见你家里面的人了。他们居然说能，你看全部都打可以的，全部都打可以的，不行，他们说，我觉得香肠好好吃呀，你的一个还没吃完，我觉得香肠好好吃啊，马上吃完了。舅舅这个是什么知道吗，家人们？舅舅又给舅舅不说话，舅舅他人狠话不多，直接这样子递给阿强哥的，这个是什么，有没有知道的？山珍啊，山珍，这个是野生的竹笋，真的野生竹笋泡的啊，吃一条，很好吃吧？哇，阿全部的舅舅舅妈非常的客气，真的太客气了。对，竹笋泡笋，而且非常的热情。你们真聪明，真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非常非常的热情，真的。那，你在这里多住几天呗，我也在这里住。住到过年。对，这才是真正的家人，是不是啊，朋友们？你们会不会阿什么高兴啊？为阿举妈高兴的打两个字高兴，反正我是替他高兴的，真的。应该早点带你来见他们的。对。因为我怕，为什么？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没有早点带阿强哥来见我的舅舅舅妈呢？因为前面带他去见我家里人，带他去见我的叔叔婶婶，对不对？见我堂哥，见的乱七八糟的，他们天天的管阿强哥要钱，要这样要那样的。有没有知道的呀，家人们？有的打个有。我带阿强哥去见我家里的叔叔婶婶，见我堂哥，见我家里人。哇，有没有知道的？他们天天都是想着法的要钱，他们掉钱眼子里去了，只想着怎么去要钱，只想着怎么去坑钱。有没有？有的打个有。有。所以我不敢带他来见我舅舅舅妈这边，我也不敢带，因为我怕全部的人都是这样子的话。虽然我知道舅舅舅妈他们对我好，但是我怕他们也有那种思想。所以我就一直怕，一直不敢见，带他们来见。舅妈又准备给我打饭了啊！真的，我吃了两碗了，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？吃了两碗了，这才是家的感觉，真的，太香了，太好吃了。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多吃点呀！你吃肉呀？起码还要吃一碗的。吃肉呀！我不喜欢吃肉，我喜欢吃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给他们看一下，有没有人认识？这个是有没有认识？这是什么的？
我猜可能很多人不都不认识、啊、只有农村的人才知道。嗯，这个是一色的七八个鱼腥，太好吃了、嗯、鱼腥草折耳根，哇，炒鱼腥。舅舅挖的是不是、啊、舅舅今天挖的是不是、啊、哦，今天挖的、啊、舅舅今天专门我直接吃了两碗饭，一大块香肠，要不要再给你添点饭？我自己去我来我来我自己去阿强哥赶自己去填饭耶，家人们。啊，那换一个，看到没有？加放盐撒。啊，那么快。电话一直到我那头。反正被我吃完了嘞。吃吗？没有了呀。吃完了，直接给我。哎呦，没有啦，还没有啦。有，演完了。阿强哥，舅舅家的饭都被我吃完了，真的。没有。吃第三碗了，太好吃了。这个我最喜欢吃这个。这个我跟这个、嗯，那你喜欢吃这个，放这边。真的，这个最好吃。吃了消炎，对哦，你刚好你感冒了嘛？啥这个？吃了消炎，他们说。最好吃。野生的折耳根吃了消炎，是不是、啊、朋友们？看着好大根的，这个折耳根其实它好嫩的。舅舅舅妈他们也在吃呀，他们坐在对面，他们也在吃的哈。老婆给他吃这次给你吗？我先不弄。真的，很好吃，这才是真的，高兴了，饭都要多吃几碗。你们刚刚有没有数着阿强哥吃了几碗饭的？知不知道？不是有没有知道的？我吃的是吃的。啥？舅妈，我自己来。你看，哇，太热情了，真的，这才是亲戚啊！朋友们，找到亲戚了。哇，炖的猪脚，真的，太热情了，这才是亲戚该有的样子啊，全部，真的，我为你高兴啊！我觉得你更高兴。真的高兴啊！我可能此时此刻比阿群们还要高兴，说真的。因为终于不用被人对为难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阿群们可没吃不下，真的，太为阿群们高兴了。看到你也想吃是吧？他们都想吃啊。等你们有机会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给阿群们请大家吃好不好？我摇到花椒了，你们来，你们我舅舅舅妈很热情好客的，家人们有没有想来我们这边做客的呀？有没有想来我们这边做客的？哪怕来得了来不了的，有没有？有的扣一，家人们，有的扣一。真的太香了。我儿子在他爸爸那里哈，家人们，我看到今天晚上好多人在问我儿子呢。我儿子在他爸爸那里。香，一个字。这么多人想来呀，那欢迎你们，真的欢迎你们。我舅舅舅妈非常热情的，非常热情的，到时候给你们杀鸡吃，宰羊吃的。香肠也吃完了。你要不要再吃一个？够了，下一餐再吃那个。此时此刻是不是又要喝点汤啊，朋友们？真的，我是不是食欲太好了？没有，他们喜欢的食欲好的。说实话啊，吃了个七分吧。真的？真的。还没吃吧？我吃块肉嘛。我不要了，不要。我喜欢吃米饭。我有米饭了。你俩请我们吗？请，必须请。请。想来的扣一，看看有多少，必须请你们。嗯，家坐不下这么多客人，是不是、啊？这个是一个一个几个嘛？这个是这个。这个吗？这个啥子？是要喝点汤是吧？暖暖身子。
真的非常好，非常好吃。阿强从来没有吃过，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了，真的。也挂了呀。非常热情的饭菜，说真的，而且还得是跟阿菊墨的亲戚家吃的，前所未有，前所未有的，这是第一次。家人们是不是也第一次见到？是的，哥哥姨，你们是不是也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？啊，见到我家里面的人这么好。好吃，给你的。我都还没吃完。真的。哎呀呀，来给我。希望他还有四个舅舅没有去啊，还四个舅舅，你总的五个啊。对。还四个舅舅没有去，到时候去了，给你们也一样的，给你们开直播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好不好？好的，打个好。我有很多舅舅。阿祖莫命好，遇上阿强。是阿强命好，遇上阿强。是不是要反过来念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哎，我把手机拿过来一下，家人们。我把手机拿过来一下。刚刚谁说阿祖莫命好，遇上阿强了呀？你们觉得阿祖莫命好不好？好啊。我觉得是先苦后甜了，真的，说句实话，真的。先苦后甜，一年又一年。也不算先苦后甜吧，以前，但是怎么说，哎呀，反正都好，我觉得都好，所以说我们，你们两个的命都好，不，阿强哥遇上我，他命不好。好，怎么不好？挺好的。他遇上我，你们看到的，我家里面那么多乱七八糟的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我家里面那么多乱七八糟的，这样那样子的。真的，所以说为什么一直没有带阿强哥来见我家我的舅舅舅妈他们？因为我已经带他见了我家里面的人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家族里面的人我的亲戚朋友们都带他见了，但是我家族里面的人只知道像堂哥一样，像叔叔婶婶一样，像我家里面的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家里面的吃就是生我养我的也一样，对不对？家人们就是那个样子的，所以我不敢带来见舅舅舅妈。我怕把他们带来见舅舅舅妈了以后，他们也一样这样子。怎么可能？我觉得你舅舅舅妈太好了，太热情了。我吃了，我刚刚有没有人知道？刚刚阿强吃了几碗饭的？有没有人知道的？有没有人知道刚刚阿强吃了几碗饭的？他们没看到。真的，吃的好饱啊！真的，这个心情好，食欲就好了，非常好吃，真的，而且你舅妈做饭太好吃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舅妈说以后叫你经常两碗吗？我的这个朋友肯定后面才进来的，肯定后面才进的，前面填的那一碗他没看到。三碗饭，一根一个大香肠，吃了一根香肠，然后还喝了一碗汤，哇，真的，好吃吧？太好吃了。我替阿全部高兴，有天妈妈，雪景有天妈妈，天妈，哎有没有啊？没有吧？没有，还没有给大家弄，还没有弄天妈，还有一个大公鸡，哪有个大公鸡啊？吃一个没有芒果，没有，不满的三碗是吧？对，不满的三碗，但是有一碗很满的，吃了三碗饭，所以说有点多，这晚上对，今天还在舅舅家，然后阿强哥呀，你们猜阿强哥昨天晚上回去了没有？哎，不要猜，想要雪太橘吗？我想要雪太橘，想要雪太橘，我是有意的，但是我没有做链接耶，我明天再给大家做链接好不好？对，明天阿强再给大家做链接好不好？明天再给大家做链接，你们明天来好不好？谢谢你们的支持、啊、自己种的米好吃一点，是不是？对，自己种的米，它是不抛光不打蜡的那种米，虽然可能表面看起来有点很多那个米灰，但是它很绝，真的。朋友们，现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灯牌还没亮呢，点一下粉丝灯牌，朋友们有条件的。哇，家人们，我们这里灯牌还没有亮呀，还是零。有条件的亮一下粉丝灯牌。
吃饭声音大不文明，他们说我。没事，在自己家里面啊，就是他自己亲戚家里面，没关系的，好吧，朋友们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纵容我？没关系的。你要说改。